大家去分享一套咁好咁正能量嘅電影咧。首先咧，我哋咧就係、是、要多謝新記飯店嘅董事長黃立仁先生，跟住落嚟咧就係、是、香港心靈器官學會會長黃思昇小姐，再嚟另外一位咧就係、是、副會長啦，就係、是、黃思俊先生。一陣間咧散場之後咧，你哋憑住個票尾咧就可以換領一張50蚊嘅現金券，可以去我哋嘅銅鑼灣凹土嗰度食嘢，要俾錢，超過50蚊要俾啦嚇。咁我哋再嚟介紹一下就係我哋凹土大廚 Kevin。咁嗱，我再嚟一次介紹好唔好啊？首先喺我身邊呢一位咧就係、是、灣仔心記飯店嘅老闆黃董。大家 enjoy the show。